咱外地乡亲回来，拢会感觉讲最近的路况无好，啊，所以咱管政府即刻来会谈，也向中央争取的前瞻计划，再加上我们地方的配合款，那希望能够在这个路面上的改善、都能够很快的达到我们民众这个行的这个要求哈需求。咱向交通部公路总局吼所争取的道路品质改善计划吼，咱伫咱的西丽镇吼，咱嘛吼有三条即个道路吼，包括咱的分39线、分44线、分46线啦吼，包括咱的公兴里啦吼，啊，搁咱的即个啊鼻头里啦吼，啊，咱几个里吼拢总受到吼即个啊路面改善以后，咱的乡亲时代会当。受到更加安全的这个道路吼，啊，大家行的安全吼，绝对可以受到保证吼。啊，咱里仑乡吼，咱嘛争取到吼，咱的分里八线甲156线，管道156线吼，啊，咱为仑北到里仑吼，这个路况吼啊非常的歹吼，啊，所以呢，这将近2334万了吼，所以要讲起来，这个啊经费非常的庞大，但是对咱吼整个里仑乡甲咱的仑北乡的连接吼，非常的重要了吼，啊嘛是咱地方营运的基台，所以这过程当中。老造成一寡不便，啊，请咱乡亲大家共同来体谅。针对咱仑北乡啦吼，咱整个道路吼改善品质哦，啊，咱有几啊条路线吼，拢总要来啊改善吼，包括咱分13线、分23线、分101线，包括咱管道154甲吼，甲本来管道156啦吼，啊，所以整个吼啊，即个兴建的经费哦，大概吼超过4170万啦吼，啊，整个不只是管道、公道吼，啊，咱伫这边吼，即个啊道路品质改善计划都要一并来完成哦。